音乐台看好音乐，大家好，我们是 Super Junior M。네저희 Super Junior M 앨범이1년반여만에드디어신곡을가지고나왔습니다네은종네브레이크다운으로저희가드디어컴백을하는데요여러분소감이어떠세요예이앨범을정말수많은엘프들에게바칩니다跟大家一样对专辑期待很久所以네很好听的专辑希望大家喜欢성민이형안들어볼수없죠자성민이형성민씨한감동네이번에저희 Super Junior M 이들고나온노래 Break Down 어떤장르의노래인지저희가좀소개를해드리죠 、네、어떤노래인가요 New Age Electro Pop Dub Sick Head 歌曲굉장히신나는곡인데요 、네、퍼포먼스도또한굉장히멋있으니까여러분관심있게지켜봐주세요이번에퍼포먼스같은경우에도저희가굉장히사랑하는 、네、 닉베스안무가께서직접또안무를짜주셨는데스텝도화려하고안무자체가굉장히또세련됐으니까여러분이번안무도좀재미있게지켜봐주시면감사하겠습니다여러분혹시그거아십니까정말알아요이번에정말저희슈퍼주니어 M 이 、네、 영화영화찍어요 OST OST 불러요 OST 에참여하게됐습니다이번앨범의그워팅리라는곡이그충렬양가장이라는굉장한영화에저희가 OST 에참여하게됐습니다네이번앨범에들어가게되니까뭐저희앨범그리고충렬양가장이라는영화도같이많이사랑해주시면참감사하겠습니다네이번앨범은저희의그굉장히정성이담긴정규앨범인데놀라운사실이있습니다정교한정규죠네우리조미씨의솔로곡이담겨있어요네혹시뺐을까요이게어떤곡인가요네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慢歌然后非常开心有请到台湾非常有名的光良哥光良哥네이곡이쏟았어요像光良哥然后邀到这首非常好听的歌叫做距离的拥抱然后收录在我们这次的新专辑里面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次我的 solo 歌曲네好听好听好听그리고말이죠우리또헨리씨听不懂뭐했어요헨리씨이번에보면뭘했다는되게많이했었다고들었어요뭐했어요这次我们专辑里我有写了两首歌一首叫 Go 然后应该是네然后这两首歌都是比较快然后就是比较开心的首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两首歌而且 Harry 要然后是我们我们我跟第一次合作对两首歌都是跟 Joe Mizi 一起合作然后可以他可以给你们歌词就是两首非常一首是比较轻快的活泼的歌曲然后一首是比较硬朗的歌曲然后我跟 Harry 写歌的时候都有彼此分享彼此一些想法比如说 Harry 想说我想写什么感觉的歌词我心里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然后真的是很开心因为等了四年然后终于有一首成员之间咱们自己合作的歌曲出来2008년이후에저희가정규앨범을또내는거기때문에정성이굉장히많이담겨있습니다여러분많이사랑해주세요多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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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支持我们 Super Junior M 的新专辑然后话不多说我们活动时候见咯我们是 Super Junior M 爱你们